大家不相信，请投三号，三号李新日，是我哋民主派唯一代表。请大家听日呼朋唤友，全家总动员，叫埋识得嘅九龙西选民，请投三号，三号李新日，是我哋民主派唯一代表。有十八年议会工作经验，资深嘅立法会议员，更加咧系公运嘅领袖。近期嘅海艺事件同埋咧系巴士车长嘅事件咧，都系有人帮佢争取权益。多年前咧，更加有系帮佢职工嘅罢工事件咧，都系人帮佢争取。请大家咧，听日支持，听日为基层、为劳工、为香港，更加咧系要守住市民嘅血汗钱，避免咧政府用两厘嘅储备一万亿。有个咸水海，大家喺沙中线做假事件不断，超支问题各个项目都非常严重，所以如果大家唔想香港继续沦为呢种工程造假、超支不断，就一定要听日全投三号李尚仁入议会，守住我哋市民嘅系血汗金钱，重建一个廉洁嘅香港。阻止官商勾结利益输送，请大家听日用你嘅选票。全球三号，三号李卓人，三号李卓人，我哋好，系多谢美丰嘅街坊，美丰嘅街坊，大家好，我系姚仲贤，请大家听日全球三号，三号李卓人，唔单止系为大家争取民主，更加咧系守住市民嘅热爱心事，阻止政府一万亿轻建人工岛，更加咧系。要彻查沙中线造假工程失误，超支不断。请大家听日全投三号李卓人，三号三号李卓人。多谢大家嘅支持，我系姚仲贤。三月支持我姚仲贤嘅朋友，请你听日再出嚟。我哋呢几个站都赢出噶，请大家听日再见多几个九龙西同埋美孚嘅街坊出嚟，一齐支持三号李卓人。多谢，再见。多谢你嘅支持。系啊，听日你嘅选票。我係義工團隊，幾個月嚟不辭勞苦，早午晚站，就係想大家嘅聽日投票三號支持李卓人，同反議會為香港爭取公義，守住市民嘅血汗金錢，重建廉潔香港。請大家聽日票投三號，三號李卓人。你好，我係陳海欣。今日係投票日，即係出嚟投票之前。你好，陳海欣，你好，我哋務實議政，希望你有信任。各位街坊，各位美孚嘅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姚仲賢。今日就係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嘅日子，請大家全投三號李卓人，三號係啦，民主派推薦唯一代表三號李卓人，大家不需半票，不需半票，全投三號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有張單張事前報告。人都需要你嘅支持，需要你嘅一票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支持我哋咧係爭二千幾票啫。只要大家咧聽日叫多幾個九龍西嘅選民，三號李卓人，我哋贏翻呢一席，為大家咧係帶住政府守住我哋市民嘅荷包。你好，我係陳海欣。係工程造假超支不斷，互相勾結利益輸送，請大家咧係三聽日投三號。三號李卓人為大家監察政府，爭取民主，為基層爭取權益，為長者爭取全民退休保障。請大家聽日立法會補選，全投三號李卓人，三號三號李卓人，多謝大家支持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多謝你，多謝你支持，再見，多謝曬。聽日就係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嘅重要日子，請大家記住，一定要支持三號李卓人，三號立法會九龍西補選，民主派推薦唯一代表三號李卓人，大家攞張單張，全程到今需要你嘅重要一票。啊，你好，攞個單張，多謝你嘅支持，謝謝，多謝曬。立法會九龍西補選。聽日就係投票嘅日子啦，請大家支持三號李卓人，阻止政府利益輸送、官商勾結。大家睇到咧，原來基沙嘅供應商背後就係香港嘅地產發展商，所以咧
通知佢，选情报得需要嘅重要嘅一票。各位好，多谢你嘅支持。听日就系立法会九龙西补选啦，请你呼吁识得嘅九龙西选民，除咗自己带埋身份证去指定票站之外咧，投三号李翠仁，叫埋识得嘅九龙西选民一齐联投三号。三號李昌仁，民主派推薦唯一代表三號李昌仁，多謝你嘅支持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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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号李昌仁。
为下一代背水一战，民主派唯一代表三号李尚恩，系加油！多谢你嘅支持，系多谢大家打气，大家一齐加油，听日赢翻呢一仗，靠你嘅选票，你嘅选票先可以赢，多谢你，跟住你估嘅嘉宾，大家好，我系余凤仪，系啊，大家一齐支持三号李尚恩。你好，你好，三號李尚恩係我哋民主派唯一代表，請大家聽日防援有全家總動員，要投三號李尚恩。